想分手就分手，装什么失忆啊？你再怎么讨厌我，也不用把过去一笔勾销吧？我没装，我是真失忆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医院，所以送我过来的是这家伙。谁要摸你啊？把我推下楼，没报警抓你已经算好的了。什么？我把你推下楼？装什么糊涂呀？和我吵架的女人很多，但是这么心狠手辣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哎，早知道就多挨俩耳光了，偏偏受伤的又是脑袋。等等，你说是有人把你推下楼，不是你自己摔的呀？老子跟你碰瓷儿呢，还玩假摔呢？不是，不是你，他真的是撞了邪了。谁跟我这么深仇大恨啊？哼，那谁知道呢？跟你吵架的女人不是多的去了吗？我是及时止损了，防不住别人眼瞎。大姐，你是肉毒杆菌打多了吧？连嘴都这么毒。我。喂，看你精神那么好，反正也是死不了。对了，是我朋友把你送来的，记得跟人道谢，我就不奉陪。喂，干嘛？陪我上厕所。滚！上个厕所都费劲。喂，我走了。又要干嘛？心慌。以前怎么没觉得你这么烦人呢？以前我怎么会看上你呢？大晚上的别搞事儿啊！是你一直在提过去的事情，过去那些事儿我都记不得了。又来，想分手就分手，装什么失忆啊？你再怎么讨厌我，也不用把过去一笔勾销吧？我没装，我是真失忆。估计你也不会信，算了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闭嘴。他真的不记得了吗？嗯，因为手术后遗症，他只有最近这两年记忆。自从那场意外之后，我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想起过去，但是医生建议这两年内最好不要有人工干预，等情况好转了之后再说。